这钢锅土豆片十个人九个人在家做不好吗？这玩意儿能搁饭店吃吗？今天我教你在家如何做热，特别简单。首先土豆改刀切成大厚片，哎呀，稍微厚那么一点点啊，要吃它没有口感啊。片太大了，看这边从中间给它切开啊，有点切大了。重点是咋的？放水里把这淀粉给它投出去，不投出去咋的呢？粘锅。哎，它有淀粉，它粘锅，再炸它就糊了。啊，对。土豆片切完搁水里泡的，这时候咱们准备配料准备啥呀？这是五花肉，这是辣椒、香菜、葱段，还有辣椒啊，青椒是咋的？葱段跟那辣椒，这是干辣椒，那是鲜辣椒。配颜色，这借味儿的，香菜也是借味儿的。嗯。重点是啥呢？准备一个砂锅，家里边没有砂锅的咋整啊？就直接都炒，把这些料都炒在一起了。外面干锅菜啥的，干锅土豆片、干锅鱿鱼、干锅菜花，各种干锅菜不都得用的，底下不都得垫洋葱吗？要不烧干了吗？哎，对，这个干锅土豆片你要是学会了啊，所有的干锅菜全是这么做的。好，哎，接下来咱开始操作了啊。哎，首先第一步，锅烧热了，加点油，把这洋葱给炒一下子啊，扒拉扒拉扒拉出香味来。只需要少放一点这啥啊，酱油，生抽酱油，吸点味儿就可以了啊。嗯，三分熟就行，给它倒出来倒出来。哎呀，这家伙，哎，这垫底防止糊锅的啊。啊，好，接下来重新起锅，擦锅。接下来呢，咱把锅给它怼热了，把土豆片给它炸熟啊。在家里面不用烧太多油，就烧这么多油就行。分两次炸，你整太多油，到时候没地方放了。是不是啊？对呀，哎，但是炸完土豆片的油，你还可以炸别的东西都可以啊。嗯，不用担心这事儿啊。自己在家炸着油它干净，对，哎，完了把这水给它控出来，把水一定要控净啊。炸土豆片的时候油温一定要高，尤其是在家油烧的少，下入一半的土豆片别都扔里头啊。哎呦我的妈，一下都扔里头，赶紧快着点，太多不行，太多一会儿趴锅了，油温跟不上，尤其家里边火不够用 啊，炸一半。其实我能多烧油，我这块也有油，就是就着大家伙在家里面做的方法。嗯，所以说这让大家伙都学会学明白，感觉老弟教的详细的，帮老弟把头目怼油怼红。好嘞，如果说家里边不爱炸的，你可以炸的呢，拿那不粘锅慢慢煎的，煎两面金黄，煎熟了也行，但煎不好煎的费劲呢。嗯，就炸了就完事了。哎，重点是这土豆片炸定型了之后，就稍微转小点火炸，不要一直大火炸，大火炸咋的？炸糊了啊！哎，慢慢炸，就跟地瓜似的啊。这时候炸的就是金黄熟透了，咱就给它捞出来。同样的方法，升高油温，把这一半呢也给它炸成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哎，看炸的好不好？好啊，嘎嘎有食欲啊！炸，全部炸金黄，控控油，好，往里面少溜点油啊。啊，完，然后看着没，把这五花肉往里扔里头，看着了，这扒拉出油了，炒熟的啊。嗯，五花肉炒熟了之后，下入提前准备好的这小葱干鸡油啊。啊，这些东西是最后放的啊，葱香那啥的啊。嗯，先给它扒拉出香味来。哎，这时候重点细节来了，把这辣椒给它炒香之后收回来，别搞糊了啊。啊，这时候家里面有这个干锅酱的，你就放点干锅酱；没有干锅酱，你就放咱家这个人人会这个火锅辣酱。这个酱呢，不光可以做干锅土豆片，还可以做干锅菜花、干锅鱿鱼、干锅牛蛙、干锅羊肉、干锅牛肉，各种干锅菜，还可以做麻辣豆腐、麻婆豆腐、水煮鱼、石油片、毛油啊，哎呀，水煮鱼、麻辣龙虾尾、哎，辣炒海鲜、辣炒鱿鱼，各种辣炒的菜。我主业全有教程啊，哎，毛油啊，愿意吃不？愿意吃，全能做。哎，麻辣烫、麻辣香锅啊，全拿这酱炒啊，主业全有教程啊，看着没？这是写着呢，麻辣鲜香配料表，给大家伙念一下子啊。嗯，配料表：植物油、郫县豆瓣酱、辣椒、生姜、大蒜、洋葱、食用盐、豆豉（括弧黄豆水）、食用盐（括弧完了）、白砂糖、鸡精调料、味精、花椒、香辛料。说前面调料我都知道，鸡精、味精啥？这香辛料是啥呀？香辛料指的是香叶、八角、桂皮、炒扣、肉扣、茴香、丁香、白芷这些植物香料，给你免到这个酱里面，给你炒熟的。我给大家伙重新打开一个，你看看这个酱好不好啊？上面是一层浮油，底下呢，看到没？是给你炒的酱。它还可以不光炒出来，还可以当火锅底料。哎，比如说想吃个重庆麻辣火锅，嗯，往里面摆点这酱，就是重庆麻辣火锅了。愿意吃麻辣菜这口的，视频转向远链接，你搂着一单。老弟手里拿的就是1000克的红头的，是2斤的，根据自己选项啊，自己的需求啊，你去拍的。个人建议你拍这个2斤这个比较合适。而且6月13号到6月18号这两天有活动啊。头10天买的，就是13号之前头10天买的，没赶上这个活动的，直接联系客服给你补差价。好，家人们，
现在赶上了这活动，直接就拍他一单，感谢家人们支持啊！嗯，你就自己做点干锅菜、麻辣菜，跟省事儿啊！啊、嗯，看到没？直接哈，给这小伙子扒拉出红油来，一味的菜基本就这么切就可以了。哎呀，红油出来没？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就开始调味了。真好，哎，调味来看看来。哎，来了，来点味精，再来点白糖，别的啥也不用放了啊！倒里头，倒里之后这个酱不是干的吗？味精往里放它不爱化吗？嗯，少来点花椒酒或者料酒，把它烹出香味来。这不就化开了吗？啊，化开之后把这土豆片往里这么一扔，然后呢，把这小葱段跟辣椒搁里头，香的最后放啊，哎，扒拉均匀。哎呦我这小味儿当时就上来了啊！哎呀，有点这意思了。这时候呢，放点孜然，愿意吃孜然放点孜然啊啊！哎，再来点芝麻。哎呦我，最后把这香的往里放，好锅了啊，这就出锅了。哎啊，这叫干锅土豆片给你做的，嘎嘎好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好不好？好，这小味儿挠挠的啊！最后我把这火给它点着，给它烧一下子，热一下就行啊。啊，家里面没有这砂锅，直接把这配料都炒在一起了，它也是干锅，只是没有锅而已啊。以后记住了，愿意吃干锅菜的，干锅土豆片、干锅菜花，你就像老弟这么做，别问谁说，就是我说的。家里面没有这个酱的，视频左下角搂你的。好，感谢大家支持，看看好不好？好啊，嘎嘎的。